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43集的节目。接下来给大家做的是魔方推出的第22号产品飞过山。它的包装盒呢，也是非常迷你，大概就一个巴掌的大小而已。然后对于人物的部分呢，有做一个比较有反光直裁的一个感觉。那包装盒的话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那它的人物卡的大小呢，跟这个人形的这个玩具的身高差不多就是一样。那后面有一些基础的能力值，这个的话呢就不多提啊。它的话呢，先前有一个能量晶爆破系列啊，这个我稍微变一下好了，赶紧把它变出来，赶快看一下。这个是变形金刚不对，大黄蜂独立电影的时候啊，因为我小比例的这个飞过山好像只有这一款啊，而且还是一个大黄蜂的一个改模。等一下，哎，这个脚翻不出来是哪一招啊？这个。啊，有了，哎，结果我们这一集，该不会变这个玩具的时间比变这个变这个魔方的玩具的时间还要久吧？啊，好，那这个已经是官方算是传奇级啊，已经算是最小的。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比它个子还要再小一点。那现在的所谓的一个核心级大小大概这么大。那我们以魔方自家比例的话呢，我们用这个他们的一个正义之光。哎，还是什么？对，正义之光吧，来对比一下，这个应该跟橘网里头的这个比例应该还是有接近的。那它的配件的话呢，就是一把大枪。这个大枪的话呢，前面有一个握柄，握柄这握柄比较长，比较适合握。后面也有一个握柄，但后面这个握柄呢，相对就比较短。那它的话呢，要握进去也是可以，但是呢，你可以发现，啊，它就是这样子，比较短一点。那前面的这个球关啊什么的都还蛮紧实的，基本上这个玩具的一个紧实度算是良好的。这样晃 OK， 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枪的话虽然是这个长枪，但其实呢初拿到的时候呢是要做一点小组装的，那并没有特别的难度。除此之外还有一把小枪，小枪就造型就非常适合小体型的一个变形金刚来拿。我是觉得拿这个小枪就够了啊，拿那把大枪是感觉是那个像迫击炮一样的东西啊。那玩具的本身呢，它第一个就是它本身真是非常的小啊，这是一个手掌啊，大概真的非常的小。但是呢，这个至少五官的话呢，我觉得做的真的是还蛮不赖的。脸部有涂装，虽然没有涂到满，但感觉好像是特殊的妆容。那这个脸部的白，我认为觉得涂的还算是有一点消光的感觉，还不赖。头上的角啊，这个磕痕都还是有出来，但是边边还有一些小毛边，对不对？跟我的指甲上面的毛边是一样的，还是有一些啦。毕竟这么小的玩具，我拍得很近，瑕疵的话呢，可能各位都看得比较清楚。然后这个角的后边这里啊，我初拿到的时候呢，这个部件呢是可以推进去，但变成车的时候是要推进去。那变成人的时候呢，为了保持侧边的一体一个完整性，所以他做了一个把它推出来的一个装置。那反而变成是 OK 可以攻击它的一个偷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点了。那可动度的话呢，头部39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手臂平举转动，额头肌还有一个关节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最大弯超过90度一点点，拳头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是一个球形关节，但是呢非常的小，转动的时候呢不算特别的紧实啊，不算特别的紧实。但是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啊。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没有经过细油处理，但是转动还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毕竟它部件比较小，我不知道大家状况怎么样。腰身可以360度的转动，脚前后左右踢，哇，每年说都没有问题。看到这一代啊，非常多的零件啊，各位还记得吧？这个家伙它的体型是非常小的，再一次的对比一下，你看这么小的一个，人家的零件是这么多啊，就两片零件吧，它的话呢却有这么多。 OK， 还有这个橡胶的轮胎，初拿到的时候呢，这个橡胶轮胎必须自己把它塞上去。那么呢，这个本身这么小，但是零件这么多。那么这款飞过山呢，在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一点固定套路的。如果你不是这样变的话呢，比较难把它的一个车子侧边的缝呢给变得漂亮啊。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一个变法啊。首先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挑开，把它整个的话呢给肚子给掀开。第一个步骤把这个部件往上推，再来的话呢，把这整个部件拉出来的情况下呢，将手臂呢反转，两侧都反转到这边，然后往内推进来，往内推进来。
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往内推进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手臂呢转成往上这个方向，我们要的就是把这个缺口，这里两侧都有两个缺口，我们要对侧边这个凸，然后这个推出来这个就往上顶到底，然后呢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往内塞进来，往内往上推，推上去，我们要把它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到这边到这里往上面推过来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把手臂呢整个的给扯过来，然后呢扣上。好，那么这里呢是我觉得呢第一个要跟各位特别特别去强调的，就是在整个变形的过程中呢，手臂两个手臂跟中间这个板这个部分的话呢，建议各位呢不要让它散架，你一旦散架呢就不好再调整啊，请维持这个部件的一个完整性。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腰部旋转180度，然后呢上半部也旋转180度，那你旋转的时候如果不好转，可以把这个部件给松开来，它会有一个空间，这样比较好方便我们做一个转动。那么呢车尾的话，到时候就是两个轮子包过去，车尾盖上来，但是呢车尾一定要留到最后再变，保持这个地方的一个完整性啊。如果这个量稍微垂下来，把它往上面推一点点啊，维持它的一个完整性。再来两脚的话呢稍微的给打开，内部的话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开来，整个脚轮胎也给打上来，然后转到侧边来，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板子的话呢推到侧边，这里可以先把它给压进去了啊，到这。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这里有一块红色的，有一块凸，它扣到侧边，这里有个缝，这里请无论如何呢调整这个脚的一个这一带的一个多重关节，把这个部分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扣到这边的时候呢，这个双重关节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度刁钻，你要稍微调整一下，往上面咔，你会感觉有咔的一下，你看到没有，红色的这个部件呢会比灰色部件往上面高一点点啊，这个地方是必须要调整成这样的啊，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很难把这个脚的这块，很难把这个车子的侧边呢给扣到一个完整。这边一样，先把这里给扣进去，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给整个扣进去，很严实的扣进去。再来的话你看到没有，这一侧灰色部件跟红色部件几乎是切齐的，但是我们不要切齐，我们要灰色部件往下一点点，那你调的时候不是按灰色部件，是调这一块，调这块双重部件，调这个车头，哎，这样子看到没有，这个这样一压，红色部件就在上了。再来这个时候呢，两个脚呢先不要合并啊，我个人的强烈建议呢是利用后面这一带可以动了这一些多重关节，协助我们呢把这个人形的手掌呢塞到里面这个洞里头去，两侧都有。然后我会建议呢是各分别去塞两个，这样子靠近一下，好，把它给塞进去，往前推进去，推进去。那记得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要保持住上方这个地方，尽量不要让它碎开。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往上扣上去，然后以及后面还有一个地方要扣上去。那你要记得先把这边扣稳了，这个地方才能扣上来啊。如果呢你车尾呢先一步，车尾如果先一步靠齐的话呢，前方这里呢会非常的难密合，看到没有，这样一来密合度就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那么呢最后的话呢再小心翼翼的把车头的话呢给做一个密合，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说几乎是达到目前为止呢我所能够变到的密合度最高的一个车形态的啊。那我们的话呢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它的一个侧面，两侧的侧面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缝的话呢这样子已经算是做到非常的小了。车子的正面这里，如果你愿意再花一点时间调整，它还可以再密合一点点，但是在镜头前面我怕不小心把它给捏散了。最主要的一个变形过程就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把侧边侧扣好之后，车尾再整个压过来。如果你车尾先到位了，这个地方要往上扣稳，要缝隙要这么小，基本上我可以告诉各位是几乎是做不到的啊。然后的话呢车型就这么非常非常的小一个，大概就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可能就一个拇指的关节这么大，如果你手掌再大一点的话呢，就可能就是一根比小指头还要短，反正就很小了啊。然后车子的一个透明部件没有，用的是这个涂装，轮胎是橡胶胎，放在桌上你会发现放下去之后怎么样，它还会弹起来，因为它是橡胶胎。那如果你扣得到位的话，你发现我这样子下去这样子弹，
其实它也不至于这个缝也不至于会裂开，那这个可能是大家疑问最多的一个地方。那车头的话，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好调整，那大原则就是这个地方不要散架啊，以及车尾最后才扣。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这一款魔方推出的飞过山，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